给他吧。我们那还能啥剥麻，每天卷着一两点要起来剥啊，扯麻皮啊，扯那个皮，一根根的剥。嗯，这么厉害。刚才那个。后来没办法了，一直想搞个打麻机，就那年嘛，那年就发了个狠心，这里找那里找，找了一些东西，做了一个剥麻机。这里就两个拱床，压进去，把它压断了。麻骨头压断了之后，板啊，那些皮啊、骨头啊，全部都拉掉了。全能的东西了，这个的话，十倍还不止哦。这个台机器，它每天能做收三亩地，那就快多了。第二台机器当时搞出来，出现残了。我大概搞了一个礼拜，每天晚上搞到卷着两三点，我想了好长的时间，再把那个刀形成那个螺旋嘛，搞过来搞过去还是一个力的问题，就是那个离心力与向心力。搞到那个毛病之后，第二天我们很早就把那个毛病改掉，半夜司机没事了。第二代主要是适合黄河麻，其实还有大麻，苎麻这个还不行。这么样还要改进。第三代灵感，我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就是跟说那个做梦做出来的。当时都说这个版纳鸡啊，那个有危险性，劳动强度又大，有那个它吃不消，不一天能不能改到这一边进呢、啊、那边出啊，那个就好了，就一直在想嘛，想哇，天天在想。想的时候在那个西双版纳那个孟海那边，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嘛，梦到那个原理出来了，我就叫把那个有个伙伴，我叫赶快拿笔啊拿纸啊，把这个原理头给我画出来。他说你神经病了，你这么早就起来？我说明天忘记了。一个什么的九度角度能把它压断，你低了也不行，深了也不行，深了的话它那个麻这样一个弯，它那个拉力很大，你拉不住，也是那一个要刚好是这个距离，又要把麻杆砍断，又要那个力度很小，你太大了的话你那个麻杆砍不断，它也没用，你要算那个圆周率。特别是像这些黄河麻六米五啊，长度六米五高，你要是手跟撕也好，你要是那个手跟剥也好，这么长你怎么剥啊？2007年，西双版纳这的周委书记啊，他们带20多个人嘛，也到我们家里来了。2007年我就把我请到西双版纳去了，他们正在搞那个大麻，就是那个大麻剥麻机，专门帮他们研究那个剥大麻的。它的剥得干净了，有速率，有非常的很好啊，又快，又很快啊，又省时省力，非常满意。都是很好啊，啊，到目前为止都没说什么话，都是很好啊。像所里面呢、啊，那些大专院校啊、人科院呢、啊，他们用了之后，这个很好，是像这样剥出麻来这么漂漂亮亮的。现在把这个机器搞好之后，就是配套了，砍麻机啊、剥麻机就是有配套。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个发明人吧，他叫谭正勤，是贵州安顺人啊。他自己研究了一个多功能智能电子灯泡，就是呢钓鱼用的。他发明的东西呢就很好使，就是呢靠这个漂头上的这个红绿黄三个灯光变化，看是不是有鱼了。如果是红了的话就有鱼了，你就赶紧往上提。你别看啊，他这个发明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我爱发明节目，节目一播出他电话都被接爆了。但是啊，因为宣传做得太早了，它还没量产嘞，没量产不要紧，什么宝上面那个仿冒的就一大堆了，他吧就赶紧做，去年在淘宝上卖了几十万，但是还是顶不过别人，又是广告又是流量的，
所以呢，他现在就搬到我们这个发明迷来了。发明迷的绝对都是正品，所以呢，想要晚上钓大鱼的朋友们啊，赶紧买。如果你不怎么会钓鱼，就靠这个灯漂，应该也能钓好多鱼。所以呢，哎，那种没钓过鱼的也可以试一下，上发明迷网站看一看。今日头条的呢，你直接点击了解更多就可以了。袁胖呢，在这里也给发明人一个忠告啊，如果你有好发明需要做宣传，一定要找对好时机宣传。